8 million. OK， 这一题考试要看放一个 star， 一个就够了，放一个 star， 很多人考试也是做不到的。 OK， 所以是一个 star 就够了。 So diagram one shows a circle of a sector of a circle in common center where the radius of the circle is r. Radius of the circle 是这个啊，所以来大家 label r 跟 r 这样子啊，一边读一边 label 啊。 It is given that the length of arc AB and CD are 2 and 7. So 这里整个是这里到这里是2啊。 And then 这里到这里是7啊，可以吗 ？So R and 7 respectively, BC 等于10，所以这边到这边是10啊。So 这一边到这边也是10，不要写错啊。And then use pi 3.142a calculate the R and the radius and the theta. OK， 它有两种方法，现在我show你蓝色，然后我show你红色，你不要抄先，等一下你看你喜欢哪一个，你就抄哪一个。OK， 你不要学太多招了，太多招不好的，对你们来说。OK， 我讲两个是因为一定会有人用第一个的。OK， 第二个等下我是我比较喜欢的，<笑>我直接跟你讲秘密啊，我比较喜欢的是等下红色的，所以现在我做蓝色的给你看啊。 蓝色的是这样子做的啊， so 它用 S 等于 R 低大，因为它给你这个是2的时候是低大，然后7的时候也是 D 大，不过它的 R 已经变 R 加10了啊。So 你看啊 ，D 大等于我们就用那个什么 directly proportional 啊 ，variation 啊，你们有学过 variation 吗？So 这个 D 大就等于 S per R， 因为 每两个人的 D 大都是一样，他们是 share 同一个 D 大的。你看啊，小的 sector 也是 D 大，大的 sector 也是 D 大，所以 D 大是 constant。D 大是 constant， 我就拿来做 title 咯。如果你拿来做 title， 这样子 physics 的学生就会了咯。这样子 ，therefore S 一 per R 一 等于 S 二 per R 二，这样子咯。然后2 per 7 等于2 per 7 S 一 per R 一是2，2啊，所以。 S 2/7，2/r，2的时候它的 radius 是 r， 然后 S 2是7的时候，它的 r 是 r 加10，然后搬来搬去 ，OK， 所以这个是2，然后 r 加10等于7 r 咯，然后2 r 加20等于 r 这个是7 r 咯，然后你会得到 r 等于4， 5 r 等于20，然后 r 等于4。 这样子咯，这个是第一个 pattern 是你们的 physics 要很好。第一个 pattern 是你们的 NX 的 basic 跟你们的 physics 一起要很好。OK， 这个是第一个 pattern 啊。现在我要你们用第二个 pattern。第二个 pattern 就比较没有这么 physics， 是所有的人都会的，而且很容易的。OK。 所以现在我换红色啊，我写 method two， 所以 我换红色啊 method two 这样子，如果我用这个 s 等于 r 大 ，s 等于 r 大 ，s 等于 r 大，然后我先看小的先，所以 小的是2，2等于，然后 r 是 r， 然后 d 大是 d 大，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我写 equation one 哦，然后 equation two 我看这个大的 sector。 我看这个大的 sector， 我就可以写 equation two 出来了，不用写 s 等于 r d 大，直接做 substitution 了啊。So 7等于它的 r 是很大条，所以它的 r 是 r 加10来的 ，r 加10，然后 d 大还是 d 大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是 equation two， 可以吗？来，我过来这边。 啊，这个是 equation two， 你要怎样在最短的时间 solve 掉这两个嘞？你看啊，theta跟 theta 可以 cancel 掉 ，theta 跟 theta 可以 cancel 掉。你如果拿来做，好像我教你们 GP 的时候，我们有用过除的，对不对？所以除如果用2除1，
二除一，这样子这边就是七除二，这边变七除二等于，然后这边变 R加10per，然后 R， 然后 D 大除 D 大不用写了，不见了 ，OK， 然后这样子啊 ，and then cross multiply 七 R 等于，然后这个二，然后 R 加十，然后七 R 等于二 R 加二十，搬过来。5R 等于20，所以 R 等于4。 Magic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你们喜欢蓝色还是红色？要红的超红的啊，不要超蓝的啊，要蓝的就超蓝的， OK， 要红的超红的， OK， 避免蓝的啦，因为蓝的需要很强的physics concept 才会有。So, 全部超红的、啊、全部超红的 OK， 全部超红的。然后 B， 我们要换啊，我们要找 the 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OK， 你先要有心路历程啊。 OK， shaded region 在哪里啊？我先看一下啊，你看啊， shaded region 是在这一边， shaded region 在这一边。 So So shaded region， 如果你们一直想着这个大个 sector， 我跟你们讲，你们自讨苦吃，你们会做到很长的。你们不要想大的 sector， 其实很简单的了，这一个啊，心路历程考试是不用写出来，不过我写给你看啊。心路历程是我要拿这个大的，我拿这个就够了啦，你不要拿到整个 sector， 你拿这个，然后你减掉小的这个。嘛是等于这个红色的咯，对不对 ？OK， 然后如果你拿大的这一个，我们有这个大的是什么？大的是，看啊，大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的 side 跟 side 了的嘛，所以我们用那个 area 等于 half r square sin theta， 记得吧？然后 theta 是那个 theta。哎呀，刚才我还没有算到 theta shit， 刚才 method 读了之后 ，OK， 这个我擦掉，这个我擦掉，这个等下，我还没有算到 theta。OK， 刚才这一个，然后 continue 这边啊 ，continue 这边，然后我们用 s 等于 r theta， 现在我们要算 theta， 我们用这个小个的啦，所以小个的、啊、s 是二、哦，然后 r 是我们找到是四哦，然后 theta， 然后 theta 等于 0.5 radian 哦。所以做完了啊，我们找到 R， 我们找到 radian 了。然后 B， 我们是用这一个减掉小个的 sector 这样子哦。然后这一边是 theta， 这边是 0.5 radian， 0.5 radian。然后这一边是 R， 大的是 R 加十，你看到吗？你看到吗 ？R 加十，所以是4加十，所以这边是14。这边是四，然后这边小的嘞，小的这边是啊四，这边是四，然后这边也是 0.5 radian， 这样子啦，这个减这个就很容易了啊，有心路历程的人就很容易了的。所以这个 area of shaded region 等于放一个大括弧，所以我们用 half， 然后 r square 是14乘14。然后 sin 不可以用 0.5 啊， sin 我们要换去 0.5 乘180除 3.142， 然后这样关起来，这个就是 triangle 的。那一些忘记了 formula， 你们自己写啊。这个 area 是 half r square sin theta， 然后 theta in degree 啊，这个是 triangle 的 chapter 的。然后减掉后面的 sector 就很容易咯， sector 是 half， r square 是4 square， 然后 theta in radian， 所以是 0.5 哦。然后答案，来给我答案，可以，所以答案是 12.， 如果三个 decimal 是 978， 如果你要写两个 decimal 是 12.98， 也是对的啊，所以 decimal 12.9781 也是对啊。OK, easy.